稍微休息一会儿就好。这场虽然你赢了，但是你内功伤得这么重，我担心你明天的比赛啊。没关系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。千骨，你怎么了？他受了很重的内伤。啊，那怎么办呀？明天就要决赛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要去找尊上说一下。骨头，算了。尊上，千骨他受伤了。 能不能等到伤好一点，再让他和你漫天进行决赛啊？仙剑大会有仙剑大会的规矩，明日比赛照常举行。千骨。 尊上说明天的比赛还要正常进行，要不然你放弃吧，就算放弃了，你也可以得第二名，已经很好了。我不会放弃的，不管明天能不能赢，但至少我都要试一下。可是你这样会没命的呀！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只是我跟漫天本来就有很多误解，明天这一战。 恐怕就要从此陌路了。骨头，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，凡事尽力就好，没有什么比你的身体更重要了。是呀，骨头娘亲，放弃吧，不要再比了。你漫天那个熊丫头肯定会为难你的。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但是这比赛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我答应你们，我会好好保护自己，但是明天的比赛。 我一定要参加。尊上，不用起来了。如果你没有受伤的话，勉强可以和倪漫天打个平手。如今你受伤了，明天一战，你必输无疑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坚持到最后。 刚才你的打法太拼命了，为什么不用逆转剑法？因为尊上说的对，同门比试还是小心为上。我不想每次都凭自己的侥幸获胜，我想凭自己的实力赢到最后，拜尊上为师。 尊上，求你帮帮千骨吧，这样他才能和你漫天有一场公平的竞争啊！不用不用，尊上要是为我疗伤，那才是真的不公平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我想休息了。好，那你好好休息吧。骨头，东方，你也出去吧。 那你先好好休息啊，我送你出去吧。明天我一定会拿到第一的。 我不是已经输给你了吗？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我其实有不得已的苦衷。我爹是蓬莱掌门，作为他的女儿，我却败在了长留门下。我爹好面子，所以我一定要在仙剑大会上获胜，不然我爹会在众派之间颜面扫尽的。所以。
你就用毒针来对付我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。这一次我一定要赢。希望你原谅我。你要是不原谅的话，明天结束了，你再刺我一剑，报仇便是了。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吗？明天不要再用这种招数了，否则我不敢保证我会不会把你的事给说出去。 又是一个维护花千骨的人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再用此招，因为对于他，我根本就不需要。当年五大上仙七杀一战，何等风采！可如今，只剩你和子勋两人了。 真乃感慨万千呐！我听底下一位弟子谈及你的爱徒，那是一个赞不绝口啊，不知他是何来历？啊，这个嘛，尊上似乎对我的身世颇感兴趣。我乃蜀地孟州的书生，父姓东方，世代秀才，从未及第。父母早亡，今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考上状元，以慰藉我的父母。 如果尊上还不信的话，可以去孟州一探真假。是真是假，我自会调查。哎哎，这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请圣君责罚。说，尹上飘不敌花千骨。 百子画首徒之事，恐怕你说什么？尹上飘被花千骨打败了。是。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真是越来越喜欢这个小不点了。他先是凭一己之力对抗你的三千弟子，随后又打败了你悉心教导十几年的尹上飘。 看来，我真的要去长留看看他了。花千骨虽然打败尹上飘，但也没有讨到好，被尹上飘打成重伤。你说什么？到底是怎么伤的？花千骨用了不要命的打法，尹上飘才会掉以轻心。这个小不点，还真是拼了。等着。 姐姐，凝聚真气，我正在为你疗伤。可是姐姐，不要说话，否则我们都会走火入魔。该死的，竟然把你伤得这么重！ 别让我看见他，否则我非扒了他的皮。姐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没什么。啊，对了，小不点，姐姐刚才看你练的都是一些没用的，明天你怎么打得过他们呢？这样吧，姐姐教你全天下最厉害的法术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姐姐。你能为我疗伤，让我明天全力一战，我已经很感激了。嗯。
我想要成为尊上的弟子，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他才会收我为徒。你想成为白子画的徒弟？姐姐的法术不比他差，他的徒弟不当也罢。可是姐姐，能成为尊上的徒弟，这是我的愿望。对了，姐姐，你来长留做什么？我，这个你就别问了，姐姐就是来看看你。没想到你跟姐姐一样的死脑筋。如果白子画不收你为徒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先把他打一顿，然后再收你为徒，看看他能奈我何。姐姐，好了好了，姐姐要走了，以免待会儿长留会大乱。嗯，小不点，记住，如果有什么困难，你一定要吹响姐姐给你的鼓哨，知道吗？嗯，好。事儿，起来。天儿，爹没事儿，休息几天便好。天儿啊，我刚刚渡了一城的功力给你，这样既不会引起他人的怀疑，也可以保证你在明天的比赛中获胜。女儿一定竭尽全力。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你明天决赛的对手竟然会是那个蜀山掌门花千骨。好在他今天受了重伤。爹，这是……你无需多问。这把剑中玄机重重，你如果用它对阵花千骨，定有胜算。爹放心，我一定会打败他。你若胜了，再成了白子画的徒弟，那蓬莱在各派中的地位自然是有所提升。由此，蓬莱与长留的关系，那自然是牢不可破。女儿明白。女儿一定会在仙剑大会上夺得魁首，成为尊上的弟子。嗯，好。千骨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清水，我没事儿。你不用这么担心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你本身就有病在身，你晚上还偷偷跑出去练剑，这身体能撑得住吗？娘亲，娘亲，你还记得我们上长留的初衷吗？不要太勉强自己了。嗯，汤宝，你知道人一旦有了愿望就会……千骨，答应我，今天的比赛尽力就好，不要拼命。你不如早点认输放弃算了，这样你还可以留点颜面。你在说什么啊？倪漫天呢，虽然他剑法凌厉，但是他不够熟练，虽然他内力深厚，但是动作不连贯。如果你想要赢他，并非完全没有可能。是鼓励你还是打击你呢？没关系的，他就是这样的。爹。嗯。天儿，
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啊，比赛就快开始了，您快回观战台吧。嗯。天儿啊，一定要记住爹昨天晚上对你说过的话，对战中切莫急躁，一定要做到稳扎稳打。爹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把我最好的实力发挥出来的，这场比赛我赢定了。嗯，好。漫天，漫天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？原谅你？好啊，你退出比赛我就原谅你。对不起，我想成为尊上的徒弟，所以我不会认输。那我就无话可说了，我们擂台上见吧。今天的比赛和初试一样，二人可在七星负极阵之上对视，不许使用暗器，不许连下杀手，点到为止。比试双方先落地者败。我之所以努力到现在，不光是为了找墨冰，也不是找一个安身之所，我是真的想成为你的徒弟，常伴你左右。无论结果如何，无论你愿不愿意收我为徒，我都要尽力一搏，哪怕是赌上我这条性命。花千骨，你伤得这么重，我倒要看看你今天怎么赢我。这是我送给他的，有意思了，霓掌门，恐怕你今天要失望了。你终于肯认我这个主人了，不过现在是仙剑大会，天皇，快回去。千古，你现在还自以为是，你就等着认输吧。你醒了，千骨，你醒了。娘亲，你总算是醒了，你都昏迷了好几个时辰了。是谁赢了？原来是我先碰到的海绵。天意如此。娘亲，你已经尽力了，不要再难过了。我可不管什么白事不白事的，我只要我的娘亲没事就行。
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这次剑剑大会，虽然只得了第二名，但已经很不错了。千骨，你先吃颗丹药吧。一会儿还要拜师大典呢，你先好好休息。三尊上位，没事吧？此次仙剑大会前三甲分别是朔风、花千骨、霓漫天。恭喜啊，霓掌门！哎呦，承让了，承让，承让了。拜师大典现在开始，请掌门先行授徒。受香草，天上前来吧。如今天下人都知道，仙剑大会的魁首会是长留首徒，你不能不收啊。让其他人先选吧。哎，那我不客气了啊。不要啊！不，啊！我这不是在做梦吧？如尊收我们为徒了！快点，师傅！师傅万福金安！师傅万岁！耶！师弟。你怎么能收他们二人为徒？这届弟子当中，就属他们二人贪玩胡闹，整天惹祸。嗨，没事儿，这才有意思嘛！你想想，以后我那销魂殿可就热闹喽。丫头，你就做我的徒弟吧。啊！千骨，陶翁对你又凶又严厉，你还不如做我的徒弟呢。十一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吗？我好不容易挑个人想收个徒弟，你就不能让我这老骨头一把？可我也是第一次收徒啊，你比我年长，理应让着我才对呢。别的师傅去挑徒弟。徒弟得比试比试，你的意思是不是，咱俩
也得比试比试。娘亲娘亲，选十一师兄，选十一师兄好不好？唐宝，不许偏向十一，让千骨自己选。怎么办？为何人前人后，事事都是他花千骨占了风头？明明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却还是有人争着抢着要他。怎么办？我已经不能拜尊上为师了。但是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十一，白子画呀，这明明说好的掌门收徒是仙剑大会的第一名，岂有改变之理？这把就是倪漫天参加仙剑大会时掉落水中的那把剑。碧落剑，碧落剑乃上古凶器，剑气逼人，十丈之内杀人于无形。外表虽不留下一丝伤口，但人的内脏已经被绞碎。虽然已被封印，但其威力不可小觑。骨头不仅受了外伤，而且内脏多处受损，就是此剑所伤。难道岂有此理？这也太胜之不武了。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长留上仙白子画的徒弟了。娘亲娘亲，你还愣着干嘛？赶快接工龄呀。不是在做梦吗？我真的成为尊上的徒弟了。可是，还有谁有异议吗？连断念剑都已经传了，原来这掌门首徒早已内定啊！那你说还走什么过场，开什么仙剑大会啊？啊，不过这呢也是你们长留自家门下的事。你掌门是愿意收谁你就收谁，这其他人有什么意义？难道还管用吗？当然没有了。你掌门，师姐，事已如此，这倪漫天和朔风的资质也不错，你何不此次把这前三名都一起收归门下？我白子画此生只收一个徒弟。你倪掌门，倪掌门，漫天起身，我们走。倪掌门，
留步！掌门师弟事务繁多，怕是弟子多了也教导不过来。这么好仙资的弟子，不如收给我门下如何？嗯，我的徒弟洛十一虽然年轻，但是霓掌门你也看见了，这次仙剑大会的拜师组比赛中，也是得了第一等。 天儿，好吧，事已至此，那就听世尊的。这是便宜了花千骨，这样一来，我居然比他低了一个辈分，来日方长，这笔账我慢慢跟你算。水爷，哎，弟子明白，弟子必定。 竭尽全力教导倪漫天，不辜负师父的教诲，啊，也请倪掌门放心。师父，不过这朔风，弟子也想一同收归门下。嗯，朔风这孩子资质也不错，就依你所言，两人一起学习，互相切磋比试，共同进步。啊， 长留烈仙在上，弟子白子画收花千骨，唯本派第128期待弟子，不求他能斩妖除魔，闻达于世，只求他慈悲众生，无愧于心。若有行差走错的话，全是弟子教导不力之过。请烈仙替白子画见证。长留烈仙在上，弟子花千骨，命格异数，厄运缠身。 身为不幸之人，承蒙尊上不弃，悉心教导，收我为徒。弟子定会堂堂正正，无愧天地，无愧长留，无愧尊上。生为尊生，死为尊死，绝不违抗半句师命。天地为证。 没想到这次我们都可以留下来。是啊，我拿了倒数，我还以为这次肯定会被逐出长留山呢。担心死我了，没想到会有长留长老看中你的资质收留你为徒。确实啊，如尊又劝世尊枉可以面。嗯，不过你能留下来实在是太好了。嗯，这什么好高兴的？一帮没出息的东西。哎，你，这太目中无人了吧？哎，你算了啊，尊上没有说他为徒弟，他已经够生气的了。我们何必再去惹他呢？反正要叫咱们师叔。哎，这倒是师叔。 还好我眼快，否则就被你伤到了。走路不看路是你自找的。难怪你入不了尊上的眼，你就是脾气差了点。你别惹我。 看来你脾气还真是不太好。其实我也不明白，花千骨资质平平，为什么他就能成为尊上的徒弟呢？你也这么认为？我一心也是想拜尊上为师，可是看见了你，就知道不可能了。奉承的话我是听得太多了，我没空跟你聊。你不就是想拜尊上为师吗？你把话说清楚。 花千骨是尊上唯一的徒弟，你自取了他的性命便是。到时候。
还怕你倪漫天拜师不成？谁呀？漫天，是我。少在那儿装模作样的。漫天，从我们认识的第一天开始，你就一直在保护我，帮助我，我一直都很珍惜我们的这份感情，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对我的好，而且你是从小到大第一个把我当成朋友看的人。朋友？你明知道我一直想当尊上的徒弟，你却偏要和我争，现在你赢了，就别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倪漫天跟你势不两立，再也不是什么朋友。漫天，漫。我倪漫天跟你势不两立，再也不是什么朋友。这就是拜尊上为师的代价吗？为了能去绝情殿，却要失去朋友。如此这般的朋友失去了也就罢了，还犯得着为姐姐伤神？姐姐是你吗？姐姐是你吗？姐姐。姐，姐姐，能有这般好听的声音，除了我，还能有谁呢？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姐姐担心你。白子画那么冷清的一个人，姐姐怕你败在他的门下，受尽委屈。没想到，才这么两天，你就已经变得这么苦巴巴的。小不点，你听姐姐的，人生在世，有得必有失。你犯得着为这些事情耿耿于怀吗？我知道，可能是我太贪心了吧。从小到大我都没有什么朋友，自从来了长留之后，好不容易认识了那么多同伴，等去了绝情殿，就不能天天在一起玩了。好了好了，别说这些没有意义的，姐姐带你出去玩一圈才是正经的。玩？现在啊？你想去哪儿玩，我们就去哪儿玩，一准让你开开心心、乐不思蜀的。你有了我这个姐姐，就等于有了全世界。你想要什么，姐姐都可以给你。姐姐，我马上就要动身去绝情殿了，哪还有功夫玩啊？你还怕你那个师父跑了不成？晚去几天又能怎么样呢？我不是怕师父跑，我是怕师父把我赶跑了。姐姐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咱们还是下次再玩吧。你真的不去？嗯。好吧好吧，算我白费心思了。你快点回去找你的宝贝师父吧。谢谢姐姐。姐姐，等下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一定陪你玩个痛快。你在那个绝情殿对着那个木头人也挺闷的，这样吧，姐姐以后每月初三都来陪你一趟，可好？可是长留山不是那么容易就出入自如的呀。放心吧，姐姐自有办法。快点回去吧。灰阁主，花千骨已经准备前往绝情殿了。属下有一事不明白。说。白子画明明已经知道花千骨就是他的生死劫，非但不杀他，也不避开他，怎么还愿意收他为徒呢？
子欲避之，反而促之。白子画一贯奉行的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。花千骨只不过是他的生死劫而已，并没有做错，他怎么可能下得了手杀他？从他送断念剑给花千骨的那一刻，他已经放弃了。阁主果然神机妙算。我只不过算到他不杀花千骨而已，但没想到他竟敢胆大妄为，收花千骨为徒，敢与天斗，直面渡劫。既然他连生死劫都不放在眼里，那就不要怪破天大罪缠身而上了。承诺，别怪我懦弱，情不容你。